国庆乡卫生所医生的叮咛下，这一场有你真好的感恩敬老活动真是登场了。活动中不管是赞助活动的企业店家，也是参会老大人，大家拢抱着真欢喜的心情。简便的验光手续，所以说我们以回馈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社会，这样子很有意义啊。能够帮老人家服务，我真好，很好了。那个。咱老人啊，所以这边吼来我检查，咱较知影好食药啊。这是以帮助老大人为主，华山基金会来到国庆乡西站进入第五年的时间所举办的庆祝活动。天水站长何宣盈表示，这场活动嘛是要感谢大家爱心协助，才会当让更多老大人得到照顾。华山基金会古根站在这里已经设站五年了，那这一次的活动是希望就是这五年当中有蛮多的义工朋友一起协助在长辈的服务当中，所以想说借由这个活动呢，感谢一下所有来帮助的人，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叫有你真好，感恩的一个敬老的茶会。我们所有的服务啊都是免费的，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就是推动一个认住认养老人的计划，就是你每个月花一点点的小额捐款，100、500、1000、1200都没关系，每个月可以固定的小额来帮助的这些老人的服务。这样看到企业的热心乡里老大人的欢喜表情，国庆乡长黄义立表示，有能力以后过当来回馈社会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嘛再次邀请企业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好关怀老人、照顾老人的一个活动哈。那在古坑乡哈的这个古坑市场里面哈，来举办哈一个联合性的一个活动哈，让乡亲们可以感受到哈企业的关怀。有人流血看身体，有人剪头毛整理外表，有人抓人放松心情。这老大人在活动中看起来拢真享受甲快乐。基金会嘛希望将这份的快乐会当真正落实在每一个角落。记者陈心畅报道。